李连杰巡长，谁是李连杰？我十六岁之前已经去过45个国家。那个年代说，哦，社会主义好，资本主义坏。说你看到我们只有一个汽水，一个雪糕。但是你到了美国的时候，看见这么一大排雪糕，这么大堆汽水，就是我不敢反对大人说的，但是我要想，说世界上没有一个100%的好，它都在变动。TVBS 拍板同步。记得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， 将这个中仔同埋 like 我们的视频啊！